哎，你们是在家我吗？歪了呀，这个地方。不好意思啊，可莉。炸弹带太多了吗？为什么所有的关注点都这么奇怪啊？好吧，一看都是老原神了。老原神了。对，这是我们今天做活动的号。不舒服呀？你怎么体力满了呀？这怎么能行呢？你说能不能有可莉呀？折磨我了，好吧。哎，我也是，我今天上号发现体力满了，赶紧去刷一个水。每天体力满都很难受，赶紧先喝个水。完了，我都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。等一下啊，赶紧回去。谢谢大家的舰长，今天大家只要上舰长都会有礼物送哦。buff 加持好吗？满了500件，我们都会送所有的舰长这个。哦，不是，只要今天上舰长都会送我的定制新春台历，2021年的这个哦。到时候都会发给你们，就在今天，续费也算。我不知道同意，我都不知道是谁。刘启木，你上游是吗？炸弹带太多了吗？你搜一下呀，如果搜出来就上了呀。要点那个 Y 啊，点那个 Y 才能确定加入啊。哎，你们是在加我吗？还是说我需要加吗？哦。我不知道是谁在加我，现在主要。我加了，由于那个自报家门。那名字是什么？在哪里？这是舅舅的，等一下，沟通一下。哎，我怎么无法正常说？南哥，南哥，哎，你来。哎，我进不去啊，我也进不去、啊。哎 ，Hello，Hello， 我刚说完听不见。哎、你们是刚在加我吗？对呀、啊，刚才在申请进入世界，然后你点那个 Y 同意。同意就可以了。行，我看一下是不是你们，关键是，我叫曲家南，哎，我叫赫鲁的苹果，我叫刘英的狗，哎，没看见你们，你们的名字都好正经啊，只有我你就不能改点正经的吗？对呀、啊，哦，刘英的狗、这个、多好听啊，刘英的狗我加了，刘英的狗我加了，好，直接这个做主线任务的时候好玩，你知道吗？嗯，曲家南我也加了，哎，我还有我苹果啊，赫鲁的苹果。哎，哦，在这儿，好了，加了。进入我的世界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真不懂。可以四个人一起玩了。哦，多多可在哪里、啊？原来如此啊！我真不知道，我还说怎么你们可以进入我的世界。哎，提莫玩原神多久了？有一个月吗？还没有一个月吧，可能半个月吧，但是就爱上了，感觉。就觉得很好玩，但基本上算是一个很新手啊，所以需要你们带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，太好了。菜鸡互啄吧。我们才50，完蛋，这就是可莉在骑士团的生存守则。这游戏一个月就55级了。一个月就55级？对对对。啊，主要是有超能力，对不对？那不是，这个体力的话，也有一点吧，买体力可以升得快一点。好、哦，买体力。提莫演示一下我们第一个活动。好呀，好呀，我们来看看。青色装，青色装的那个右边，青色装右边。我右边，你先传过去。终极赛道。怎么玩啊？哦，好激动啊，好开心哦。就过河，过河。过河对。那我们先去河边吗？对。哎，提莫为什么消失了？你我们传送走了。传送到哪里？在地图的左边啊，左边，左边。地图的左边啊。迷路了吗？哦，看到你们了。哎，你们怎么直接传送过去的？哦，这里有一个这个锚点是吧？锚点。哎，他们说读锚点呢，到底读锚点锚点？都一样，都可以。我上次读锚点，他们不停的纠正我。看这个地方是不是风景很好？这个吗？是过去吗？哪边？那个。不知道选一遍就可以了呀，看看看似很短，实际很长。哎呦，啊、这么长，不落水。周末玩，还好还好。我来讲一下规则，我来讲一下吧，介绍一下。嗯，我们两分队啊，统一使用钟离嘛，就是这个钟离的柱子，我们从柱子上跳过去啊，就是不能落水。落水的话叫从头开始啊。我们两队看谁比较快啊。第一个过去的话4分，第二个过去是3分，然后最后的话是1分。
分数最高的是过去，如果分数一样的话，我们就再来一轮。第一个过去的啊，只要在这个队的话，他就是第一啊。但是我们要折返，过去的话不行，我们要回来啊，一轮折返。所以说你们现在都换了钟离，对不对？对对，要小钟往返跑，这小钟过河这个游戏。小钟过河，小钟过河。你要先换一下角色，哎。哦，我就说，怎么你们都变了？但是我们有四个人，但是这个柱子只能有三个，所以说，如果我们一人放一个柱子，第四个人放柱子的时候会把第一个柱子顶掉，这样就可以害人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是很懂啊。如果说我们可以先演示一下。这个的话，这个上手很简单的，好吧，一会儿就懂了。要放柱子。对，要放柱子，然后就是然后跳在柱子上跳过去，就超级玛丽，不能落水。对，这样就爬上去。哦、懂了懂了。一个一个放。哎，我吃，我肯定。啊，懂懂。他这个是黎明的钟离。是黎明的嘛？黎明的话就得跟着跳了。嗯。你们的柱子怎么可以正的？跟着我们跳。你这个柱子是这样的，你放了柱子，如果你再放一根柱子，前面一根柱子会消失。然后我们是移民的钟离啊，移民钟离可以放两根，可以放两根，但是一共可以放三根柱子啊，就是四个人最多存在三根柱子。震天撼地！我是几命钟离呀？你这个是零命的。嗯。所以你要跟着我们跳。试一下啊，我，那我现在是不是就输了已经？没有没有，你就得回来，回来重新开始。哦，重来哈。别人的柱子的话也可以站的，就是说，你跟着别人走，然后我教你啊，到时候你放柱子，别人上去之后，跳到下一根柱子，然后立刻放前面一根柱子，你那根柱子就消失了。前阵，其实是有优势的，哦，因为你的柱子可以消失，你跟着别人跳，然后把前一个柱子顶掉。嗯，我们是一队，对不对？我们四个人。不是我跟你是一队啊，我是喜江南。哦，他们是一队。哦、这个样子啊。你要看我们两个苹果和这狗的要到对面了，你就赶紧放柱子都顶下来。哦，还能把你们顶下来？就是你放柱子会把我们前面的那个顶掉，柱子顶掉，因为只有三根柱子嘛，我们四个人，就第四个人放柱子的时候，第一根柱子会消失掉。哎呦，感觉好难呢、哦。那你们先去一下呗，我来顶一下，好不好？你就要顶一下了，我先试一下顶不顶得起来了。是要把我们人顶掉，你想把那个。要不然空地上，空地上，空地上。对，你再放一根，你看柱子消失了。懂了，懂了，懂了，懂了。我们都是要抢这个柱子是吗？我们是两四个人一起抢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就是要一起通过这个柱子去对面。来嘛，我们来模拟一下。那我们先测一下吗？演示一下。好好。来，太难了。那我们准备玩一下呗。好啊，我之前没玩过这个钟离。震天撼地。原来是放柱子的呀！啊，掉下去了，被卡掉了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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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难了不？我去！哎呀，这柱子放的好歪呀！这个水太深了。哎呦，不行！那可以去躲呗，躲在里面。可以了，太浅了，太浅。这好深啊，这个水。啊！我跳不上去。没换那边这个轴，这里找一块石头。那边的话有一块石头，这里中间还有位置，可以先跳到中间。但是中间好像是会沾水的。你规则不掉在水里面就行了，好吧？你改一下，问题不大。前阵，我们可以到那个上去， okay. 然后再到那边去，对吧？那好像就有点简单了，真的。如果中间哎呦踏板，也不简单的，也不简单的，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吧。到中间就到左边，还是去右边？到左边吧，到左边吧。左边啊，看起来很短。那边深，不能直接飞上去，知道吧？还是要慢慢的过去的。哎呦，我都改的那个忘了。只要。我们先试一下，先试一下，来吧，我们先试一下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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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快上来，快上来！这个哦，来了！哇，这个两个人站好像会被挤下去啊！哇，对哦，啊，脚滑了，哎呀，很容易脚滑这个。好气啊！
那这种就是到河里了就要重来了是吗？对，可以踩到中间那个。哎呀，哦，石头也可以。我人呢？哇哇哇！这个这个位置好好呀！哎呀，哎，哇，前面有陷阱，小心沾水了。有点简单，有点简单。我去，简单。简单吗？他第一个柱子能跳到中间去的，第一个柱子直接跳中间了，是有点难的。谢各位的舰长啊！那现在是在测试呢，还是已经开始了？还没开始啊，刚才只是试玩一下。要不从这个岩柱子到另一个岩柱子，这个距离应该差不多。对，这两个柱子无语。哦，然后先到中间这个浮石，然后再过去。对，那人就过去了。对啊，他就直接一根柱子跳浮石，然后下面跳一下就过去了。那就这两根岩柱子这边嘛。对，那我们直接就不搞，直接就踩柱子过去。哇，这好好远啊。就是说不要石头吗？对，就不踩石头。哇，这石头不踩石头啊，直接过去。那增加难度了。不用来回了吧？这么长、啊，那就不用来回了，你就到里面嘛。行。准备各位选手，小中过河第一届，来吧，小中过河大赛。有点准备，准备，三二一，碰，开始。前阵。震天撼地。哎，我去，你们真的好。哎呀呀，滑下去，滑下去了。哎呀，我先走了。哎呀，哎，别想走，下来。滑下去了。震天撼地。啊，吸个秀、哦。下来！哎，你站住！哎，快放柱子，我要过去了。哎，看我没说，滑下去了。这放子，他们要过去了，过去了，放子！哎呦，我的天啊！哎呀，对，你看他们快要过去，就放柱给顶下来。我怎么感觉我是局外人呢？快跟着跳啊！跟着跳过来、啊，你就跟着跳就可以了。我每次都下午跳的时候都碰水了。哎我在河边走的时候都湿身，就是湿，就是那个，就是沾到水了呀。不用了，你就从第一个柱子开始算好了。我这是什么时候就不要沾？差点说虎狼之词，有点吓人。哎，我加了个，你都把这个要顶掉了。虎狼之，我不对劲，我说错了。天撼地，就是说我的鞋沾湿了。哎我掉了呢！还是很难的，不行不行不行！尼亚克罗啊，我要到了，太好了！啊！是吗？对，放两个柱子下来了。哎呀，原来是你呀，刘爷！啊，是的呀。哎呀，我靠，我可是职业选手，我见已经见过数百场这个大战了。哎呀，滑下去了！滑下去了，脚滑了。很难跳的这个，所以你们都没有过，对不对？现在还，那都还没过、啊，对对，我们还没过，那太好了，那太好了，哇，还想踩，回来。哎，在河边的话，如果就是脚沾湿了，不算吧？不算不算，就是从第一个肚子开始吧。哎呦，哎，这，哎，你们不行，你们沾到了，我们这还是湿了，我们沾到了，还得再往前一下。我这，哎呀，不然我以为我赢了呢，滑下去了。想多了，差一点就到了。刚才，对呀、啊，差一点。跳起来飞，再多放一根柱子就到了。跳起来飞，我试一下，有点难呐、啊。按两下碰过就行了，都跑不上去。要按得快。来，你们要过去了。冲啊！冲啊！啊！我沾水了。啊！我也沾水了。哎呀，被挤下去了。哎，我过来了。完了，真的要到了。我先过来了。他到了。哎呦我！哎呀，从这个开始。应该四分了。技高一筹。哎，快过来，快过来！哎，再我过来了，过来了！哎呀，完了，完了！取消吗？我们不行啊！丢人了，我们不行，我们要决出胜负。我们是不是赢了？对，我们赢了，你们赢了，我们赢了。哎，刘莹，你这滑下去，我被挤下去了。哎呀，怎么回事？教主，你屁股给我挤下去了，为什么？天哪！完了，居然赢了，我的天哦！哎，我来干扰他们。哎，干扰他们，不让他们过来。哈哈哈哈哈！这样我们永远过不来了，真的。我们两个弃赛，我们反正第三第四。我们去帮他们吧。啊，还可以帮的。还可以帮吗？哦，可以帮呀，立点柱子。反正我们已经赢了。哦，对对对，这个是一局还是几局啊？三局两胜吗？哎，这帮你局啊？几局啊？一局啊，那我们就赢了。Yes。
美滋滋。他说小游戏不需那么较真。哎呀，我好不容易玩的那个对战，我一直输。快快过来，你们快过来！哎呀，哎呀，这有这个来给你们搭桥了。我也来给你们搭桥吧。嘿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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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搭不来，消失了。你只会拆台。教主，我们好菜啊！对呀、啊。好菜啊！太菜了，我无言面对了。你们是在放水吧？我感觉没有啊，是真的菜。真菜，好吧。我跟我水友玩都没有赢过这个。啊，原来原神里面可以玩这么多这种小游戏啊！花里胡哨，就是因为大家主力清完了很无聊。我被洗下去了。啊，这个太短了。哎哎哎，为什么往前走一下就会掉下去啊？太难了。是这样的，脚滑了。哎，怎么过不去了？是不是要四个人一起放？四个人一起其实配合才是最好过的。那我在河里没法放哎。震天撼地，我们是可以爬上来。嗯。哎跳啊！哎跳过头了。哎嘿！爬到了，爬到了。好快的手！啊！震天撼地，行了，我放弃了，我。哎，我这次放到气人。气赛，游泳冠军不是。快过来带你们过，不是，我觉得你们完全不影响我们的话、啊、我们可能也过不了。被你们发现了吗？靠自己本事过不去的。哎呦完了，加油加油。加油加油，被你们发现了吗？恐怖，很恐怖。欲买桂花同载酒。哎，我真的是要帮你们的呀，不是干扰你们的，真的呀。讲道理是这样的，何日再见？对啊，我那么好心，我怎么会害你们呢？是的，南哥太棒了。对，今天只要上舰长就送这个新年台历哦，在我直播间。哇，这个还打滑的吗？对，定制的。它是歪的。下半竟是我自己。来来来。哎哎哎呦，这是谁？是谁放了个棒子？是那个赫罗呀。我们怎么互相坑害呀？赫罗刚才害你啊。我们是队友吗？叫这样子。赫罗，你太过分了！我来观战。好，哎呀，我观战他们。对了，绝对不会了。过来了，教主，你才是抽奖等会抽。我过来了，提保专业户，好吧？好，那你也过去了。第一名一分钟，第二名一分半，第三名五分钟，很怪，中间断层有点大。说了嘛，好吧，我们刘姨是真菜。我们输了怎么办？我们好菜呀。丢人啊！他们是一二，我们是三四。我感觉你们是放水的，故意的。我们是侦探。你看我们这个表现就是侦探，好吧？我们的真实实力。第二个游戏是什么呀？哎，我来讲一下。第一个游戏打完之后，先把那个抽奖抽了吧。对，我们要抽奖，获胜的能发什么？获胜的能发天神还是？周边啊，可以发周边。发一个原神的周边啊，发个原神周边给大家，大家可以去提莫的直播间和江南直播间抽奖。对，那我来介绍一下第二个活动啊。第二个活动是一个对战玩法啊，同一使用可力保持三间血啊，通过草地的燃烧伤害或者啊用怪勾引杀，让对面这个倒下就可以了。别抢！啊，用那个行走模式啊，不能奔跑啊，不能带任何圣婴物啊，不能使用回血技能和道具、啊，也不能使用食物啊。然后分数的话是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、第四名啊，是四三二一，最高的队伍获胜。如果分数一样的话，就是再开一轮，然后第一个获胜的主播获胜。只可惜故人用可力了。对，何日再见？我是第一次用可力，你们都会有这个英雄吗？可力有啊，有都有、啊。哇，现在忍得住不抽可力呢？没事，可简单了。一血表现一下啊？啊？能知道我们怎么卡一血吗？啊对啊，你这不卡个一血表演一下？我都不知道怎么卡，好吧？我也不会啊，平时都是表弟帮我卡的呀。啊、是吗？但是我啊，把表弟叫过来，你今天不是表弟代播吗？不是正好？表弟回老家相亲了呀？啊，是吗？我们要把圣婴物拿下来，然后烧到三千血。哦，要三千血是吧？对，他要我们烧到三千血。把圣婴物先摘掉。怎么摘呀、啊？武器都可以用了。嗯，就是在人物界面里面摘掉。烧，哎呀，我要看一下。这个好像烧下91。这个场地烧血还是一样的。我们得去一个草地大一点的。我们可以击倒，我们还可以击倒对方啊。
就是因为它可以烧别人，草地烧，然后会掉血。我们去，我们讲一下规则就知道了。先找一个地方。我们去个草地多的，什么地方？行啊。哪里草地多？这里有大草原。肯定是蒙德的地方，风起地。按 C。风起地啊，风起地这边，这边比较。走。哦，按 C 就可以直接，哦，按 C 可以直接切换角色哦。哎呦，晕菜了。风起地。不是，我现在有点还真不熟悉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地图怎么的按我就经常按成那个 ESC。风起地在哪儿呢 ？No！ 哇，这个难度好高啊，这个走路。再走。等一下，风起地在哪儿啊？我，你看这就是老司机，好吧？实力超群，我们都不会这个的。什么？嘿。风起地在哪儿啊？右上角吗？啊、我看到了，我可以看得到。我们看我们在哪里，它有那个标记。看到了，太难找了。提莫呀，你看一下你的号里面的武器有没有一本叫《四风原点》的？四风原点。那个带着可以跑快呢，对啊，那个带着起来可以跑得很快。我看看看武器。那站在这个不能站在这个没有草的地方。四风原点。不然的话就烧不到了，我们找个大草原。没有四风原点的。那也没关系啊，随便带一本好了，这个没关系的。天空之卷。放火烧山。这个鱼龙是叫什么？可莉放火烧山。嗯，这原本叫放火烧山，可莉完蛋。嗯，呀，你们赢了，哦，这个不能跑哎，这个感觉跑感觉可以跑吧，正常跑吧，有点高。完了，我们要把这个草都烧掉了，不能再烧了，我们的比赛场地要被烧光了。我教你们一个小技巧啊，如果是走路的话，一边平一边走，会跳得比较远。哎呀，你们怎么触发这么多这个东西的呀？等一下就是用这个来那个比赛的。哦，就点左键，哦，就左键就可以烧啊！啊，他平 A 就可以烧啊！剑不如对，对啊。完了，我们场地又被烧掉了。没事，怎么看这个方向？那我们先试试看嘛，好吧？试试。剩遗物摘掉，他们让我剩遗物摘掉，为什么？现在这个规则就是剩遗物全部摘掉，然后烧到3000血，互相打。我靠，这里有个草史莱姆啊！好，我把摘掉。哎，我摘不掉呢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等等啊，哎，你们开始了吗？剩遗物没有没有。嗯，这不怎么摘？点卸下。卸掉。嗯，我点卸下。哎，我卸下了，但是它怎么还在？先把血量烧到3000呐，3000左右。我卸了，它还是摘，还是在。这不限也没有关系啊，只要血量在3000都可以啊。这个的话，对呀、啊，其实还是有点影响的。那血量干了呀，没关系、啊。卸一下，卸一下，我看一下怎么卸啊、哦。他说战斗中，我在战斗中，那我怎么退出战斗中啊？现在没有战斗中了，因为有个草史莱姆。啊，你们在烧我，怪不得。是不是烧我的时候也是战斗中？啊，我再来卸一下。哦，剩泥物，卸一下。哎，怎么还在呀？好奇怪，哎，没有了吧？应该。我靠，我没有任何食物能回血。天哪，我太惨了。啊，我好了。是苹果。我好热。秦墨，你现在血量有多少呀、啊？3000。6900。要烧到3000啊！现在就烧到3000。给你烧一下。哎，对，在这火里面烧到3000，我怎么瞄准？我比如怎么瞄准你呢？我想烧你的话，就是预判他的走位，烧到草地就可以了。2995，烧到3000就行了，是不是？对，烧到3000啊，可以跳。啊，我2879了，怎么办？吃个苹果，太控制不住了吧，这个东西。这个跳的好慢呀。我要看一下，吃个苹果。我们现在这个规则是要行走模式啊，点一下 Ctrl。OK， 掐个苹果了。3179，这个行吗？他非要烧到3000呐、啊？差不多就行了，差不多。哦，那我说那如果是切换成行走模式啊，你按下 Ctrl 就变成行走模式了。哦，好的，好，现在行走了。对，但是可以翻滚。翻滚怎么翻？可以跳啊，就冲刺。冲刺就是鼠标右键吧。
对，冲刺是可以的。哎，好可爱哟、哦，可莉。你们都有可莉这个英雄吗？我们都有。哎呦，好生气哟、哦！我木有。可以等复刻时吧，不过估计要很久。嗯，好的。我刷史莱姆。啊，开始了。哎，开始了呀。啊，没有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这打史莱姆。还没开始是吧？哎、赫罗，你怎么被烧了呀，赫罗？哎，哎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为什么我走的这么慢？赫罗。啊、都是史莱姆、啊、没事没事、哎、好吧，我血量很健康、啊、我就被烧了。哎，你怎么又被烧了呀、啊、哇，你这、啊、哎，我好难啊，我刚才流云打你啊，刚才完了完了，我走得好慢。哎，不是不是，没有哇，再来，你表哥好无赖啊，怎么这样呢？哎呀，这个火太多了吧，僵化表弟了呀。我们要把对方烧到什么时候啊？直接烧死，烧死啊！我，哎，你别打我呀，我跟你是队友啊。哦，我都是乱打的。哎呀，快跑，快跑！我没打你啊，我打你了。快跑！我跑不动了。哎呀，我教你一个小技巧啊。Oh my god！ 怎么着？平 A 一下再跳，可以跳得远一点。平 A 一下再跳。对，用跳取消平 A 的后摇，就跟那个瑞文一样。瑞文，哎，我瑞文也不会玩啊，你就懂得那个机制就可以了。那要怎么烧到自己、啊？懂懂懂。我跟你走到一起吧，我感觉不行，他们太那个。哎，能放这个大的不？大的呀，都是没用啊。哦，都回去了。这里草被烧光了都。换个地方。来，换个地方。我们准备开始吧。完了，我要死了都。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不是你这，你这表哥怎么这么缺德呀，南哥？啊，我什么了？哎呀，快跑啊！我什么了？什么表弟？好吧。哎哎，我对不起，哎呀，哎，我伤了下教主的屁股。这个是我。啊、哦，哎呦，看错了，看错了、哎、，sorry sorry。哎呦，我真的是。这有个好史莱姆。我这是个猪队友。好史莱姆。这不管他了。可以引怪的呀，引怪打他们也算呀。哎，好烦呢。我现在只能瞄准怪物了，他。对，快跑，快跑，跑过来。嗯，好好好。回。他逃死。快跑，快跑！萨满。逃史莱姆来了，逃史莱姆。不能打他们，打下之后你就锁定了。啊！怎么？别跑！啊！是我喷雾炸弹。这有人在哪？哎，完了，我也锁定那个上面了。哎，这个史莱姆真的烦！哎呀，我去，我啊，没体力了，哎，救命！哎，就弓箭手，你像兔子蹦蹦跳跳，过去，快打他！为什么怪越来越多？找个美怪！哎呀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是找一个美怪的吗？快跑，快跑！咱们找一个地方，好像没有美怪的大草，完了，我要死了。不是这个怪物在打我，好烦！快跑，快跑，不要跟他打！教主，你怎么要死了？教主，教主，你这一滴血了！啊，什么？教主，我来救你了！教主，教主，我来救你！不是，我就烧你一下，我烧你一下！哎，教主，快跑啊！教主，我中门对狙，听我中门对狙，中门对狙，完了！啊啊！然后、啊、我们好像有点远啊！蛋，开大招！就前面吧，快跑！前面我们准备开场了。哎，我开大招，你们怎么也没有上？啊、流血、啊？什么？在哪儿？在、哦、我们都只有一滴血。你在我在哪儿？你在我屁股后面，我在哪儿？什么呀？没在你屁股后面啊？就是我们先把江南杀了，快快快，我过来支援你了，我们二打一，快快快！跑哪里去了？又有史莱姆，跑史莱姆烧起来！旁边有 QQ 人呢，旁边有 QQ 人，这是我，不要骚我！别打我，别打我，快没了！啊！我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救我！救我！我差点被偷袭了！啊！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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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边来吧，那我这边来吧，这边没有怪啊。哇，差点被弓箭射死了。
烧自己了啊！我靠！哎、漂亮，很恐怖啊！加个草史莱姆。现在就我们两个人打他一个人了，不要怕，快冲快冲！哦，就我们俩打他一个，好的好的。哎，这你们开始了吗？哎呦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！完了，我靠，每次我打别人都会烧到自己，很恐怖。看来不能重击。小云那个秋人的弓箭啊。哦，秋人还在呢，我舅说的。哦 ，no！ 没有死了。五百滴血。开始了。完了！什么？已经开始了？叫这里没有草了。哎，不行，我两个起家奶奶，发现不对劲啊！提莫，你怎么把江南杀了？提莫，啊，你把江南杀了？你在说什么呀？啊，你把江南杀了？我没把杀呀。我把江南杀了。江南呀，啊，我没有吧？啊、我杀的是狗。没有。啊？哦，只有教主看得到。只有教主看得到，教主复活了才看得到。我也看得到。为什么迪奥看不到？我绝对没有杀，我没有杀江南，我就是。偷偷改名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看到的是那个刘英的狗啊。谁这么秀啊？好了，那这轮又是我们赢了。没埋伏到，我本来想埋伏提莫的，让他打自己人，你知道吧？让他分不清。那我到底分清没？他那边没有变，你知道吧？没有追着我。哦，我没变，吓死我了！我有误伤队友了，妈呦，那我是千古罪人。吓我一跳呢！完了，我们又输了，教主，我们又输了。我刚才我梦游了，我还以为没开始。就是、啊，那就很奇怪了。我都刚才提醒你了，我们已经在大战了。所以我最后跟那个刘英的狗是同归于尽的，对不对？我看到我们俩一起死的。我们同归于尽。哎，我还真是挺。将来几滴血、啊？我看不见你血条了，188滴血，那不行啊，那你平时多了180倍。那再烧一下，再烧一下，53滴血，不能再烧了，太多了，53滴血可以够水53个士兵了。完了，陨落了，倒了，倒了。我们还要来吗？这一局这个烧，这个一直就可以了吗？这几局啊？这个几局啊？几局？对，就好玩的话可以玩。小编感到非常疑惑。要不然就一局。这个开一局吗？哎，我刚好3000血，要不再来一局？嗯，再来一局吧，再来一局。我有3190。我不服，教主，我们要站起来。对。我们找一个大草原，找个空一点的、没有怪的地方。嗯。对，刚刚太多怪了，干扰。哎，这里好，这里没有，这边好像都没有怪，我跑了一圈了，够水53个视频了。这哇，这个草地都被烧秃了，对，就这边嘛，我们得站在两边，我们得有一点仪式感。刘姨，你的宠物是什么颜色？来，我是金色的。哎，我是不是我们每个阶段完了要抽个奖的？3、2、1，开始。这一轮还没打完。就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开始。等会儿这一轮完了，我给你们抽啊。要切行走模式啊，切行走模式。刚忘记了。哦，对，行走。好的。啊，这是江南吗？你好。哎呀，我哎，别打我，我错了，我是刘莹呀，我是江南呀，我是。对呀，我是刘莹，打错了，赫罗。不是我上一起我们那声音还挺明显啊，打错了，你是谁？我是我，那谁杀了我？我又杀了谁？啊！打死你！我是刘莹呐，别搞错了啊！不对，我搞错了，谁搞错了？我不会搞错的呀！刘莹嘛，我就算杀刘莹好吗？啊！我在打刘英的狗啊！没有啊，为什么提莫那边没有变啊？奇怪呀、啊，我感觉血量没有变。哦，他是房主可能。哦，他是房主不会变。哈哈哈！太好了。哦。哎，我的天！
哎，我们这边打一辈子都不会有人死。我们这边打一辈子不会有人死。我们和平发育吧，让他们先打。哎，我这边没有草。为什么我这边没有草的地方不会烧？那等会儿可以出把打野刀。对，出把打野刀。你在有草的地方。我可恶啊！我居然打了我。对，不是，不是，是刘颖打了你，好吧？哦、对，是刘颖打了你。哦，我知道，刘颖啊，你头上你的名字还是你的名字？哦，那有什么用嘛？啊？那有什么用？只有右边变了，那有什么用？别慌，我来救你了。你可以误判血量。哼，我来救你了。来，我们两个人先把刘颖给、哎，先把刘颖给打了。那不行。他跑得很快，居然来骚扰我了。哼，跑得快，射一下，我要跟提莫男人大战。我跑的，太慢了。哎，救人，救人！哎，有救人，好的。啊，冲这么大，救人了！啊，被射死了！一千八。Oh my god！ 完了！不死了！哎，看，哎呀！你们快围堵！为什么有救人？别打球人了，围堵！球人真的烦。快围堵！张楠围堵！看，没有关系，看我操作。我看你们吧，我已经死了。操作可以的啊！哦、加油，江南加油！哇，你击中我了，刘莹。那么误伤，刀剑无眼啊！啊，我被打死，剑只剩400血了。哇，这个好危险、啊！太吓人了！没草了，这边草都没了，草都被烧光了。我把球人清了。哎呀，我去杀刘莹了。别跑！完了，我把自己烧死了，我有80滴血了。踩个蘑菇，直接踩个蘑菇。哎呀，赫罗小心点呐，赫罗小心点。哎，我们输了一千，哎，我死了。哎呀，只剩我了。啊、我是那个血少的纸浆男，还有个血多的。我怎么也死了、啊？我去！哎呀！快跑过来，男大战人呢？这绝绝人怎么这么厉害、啊？我也被射死了，这救人杀疯了，这救人杀疯了。哎呀，我躲得好吧？怎么又多了个纸浆男？怎么又多了一个？什么呀？我就没被射中好吗？我们无法通过血量来判断了，很棒。看一下我要送什么礼物来着，忘了。OK 啊，那这一把三局两胜，还是我们赢了。对啊。又是我们吗？还是赢了。我们吗？对，还是我们赢了。耶！开心。我中奖。全场最佳。全场最佳，秋人，秋人射了三个。哦，我们马上要送一个那个奖品了，哔哩哔哩的机械键盘。嗯，因为刚刚那个我们游戏已经赢了一局，我忘了送了，我现在送了哦，大家可以在我房间来抽奖哦。喂，我现在开始抽奖。嗯，什么弹幕口令？嗯？等一下，我也是在我房间抽吧？我问一下。好重，炸弹弹太多了。这个赢的是在我房间抽吧？我发现刘莹，我们俩改名字好像把自己给误导了，我们后面分不清你和江南。对呀、啊，是这样的呀，很怪呀、啊，大意了。赫罗，不了一个，我都想要这个机械键盘。赫罗，啊，这个赢了抽哪个来着？啊？什么？这把抽哪？抽什么东西、啊？周边呀、啊。啊，就周边就行了是吧？对、嗯。好的。带个周边就可以了，好吧？关注的直播间号，我是不是也要写上？抽什么？抽嘣嘣炸弹，抽嘣嘣炸弹吧，克冰。那就直接周边就行了吧。要和可莉一起去炸鱼了。那后面为什么？房间号我是也要写出去吗？大鱼很好吃，所以值得。精灵跑了，我们打的太激烈了，精灵吓跑了。六个六元呢？那个六元变成原石给你们了。哎，嘟嘟可在哪里？OK。
这样，大家五分钟内关注直播间和哔哩哔哩直播机的房间号22462095就可以参与抽奖啦，一个哔哩哔哩机械键盘一份。弹幕打出哔哩哔哩干杯，好，现在开始，好了，这是刚刚的奖品。我们两个没有奖抽的，我们只能在这边互相炸来炸去。好，那么下一个还是玩这个吗？我们又连赢两局了。第三个活动。第三个了，好快哦。对，第三个。这个我们是不是？哎，那我们都赢了两局了耶，是不是这个就已经悬殊有点大了？对啊，你们已经赢了呀。是的。我和刘莹太菜了。我们太菜了，还不一定哦。又是一个活动呀。我就是干穿了。第三个活动的玩法，好吧。嗯，好的。还两队啊。哦，这个是七修人哦，这也是七修人三观的玩法。嗯，用角色吸引七修人啊，弓箭手的仇恨攻击自己啊，然后另外一个队友的话就是进行一个指挥啊，指挥用那个跳跃来躲避七修人的射击啊，如果躲得越多的话，这个躲得越多啊，躲分数越多，最多可以躲十次啊。我们这个是依次开始啊，一个人躲的话，另外一个人指挥啊。躲的那个人的话是不能看 QQ 人的，要在这个 QQ 人的这个前面啊，要背对着 QQ 人。但鱼很好吃，这样的一个玩法，还是一样的啊，分数还是跟之前差不多。背对着 QQ 人，看谁的分数最多，谁获胜。感觉好难。吸引一下仇恨，让 QQ 人打你啊。嗯。弓箭手打你，然后队友指挥，让他躲避就可以了。好重，炸弹带太多了吗？我们这边正好有好多 QQ 人。你们能不能把名字换了？正好有，换不 了, 换不了，每天只能改一次，每天只能改一次。等于说就是躲，吗对呀、啊嗯，不能换。躲避秋秋人的次数越多就赢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好的呢。来找一个弓箭手啊，弓箭才可以。就刚才那个地方啊，过来。刚刚可以报仇了。对，等一下，我们需要去找秋秋人多的地方，只能勾引一，就留一个秋人就行了。放松玩就好，你们也感觉到我很紧张是吧？第一次在原生比赛，好吧。要不要把？这有两只哎，杀了一只吧。对，要不先杀一只吧。杀一只啊，要杀一只。太残忍了。QQ 人可怜的秋秋羊。哦不，秋秋羊。我们还有内幕。叫你来啊！要杀这只吗？我在换视野。这个秋秋人，你们怎么没杀他呢？拖战。哦。我怕误伤到另外一只。嗯。哇塞，好厉害！那还有一个什么？史莱姆吗？还有史莱姆。把这个史莱姆给杀了。他们免疫呀、啊。嗯，对呀、啊，免疫火烧。太棒了，可以换角色。还有吗？先拖战吧。可以了，换角色吧。换什么角色？都可以啊，都可以。可以啊，用可以也可以。C 是换角色。要换个我没有的，达达利亚。哪个跑得快嘞？七七。这都差不多快。嗯。这个的话不用跑，就跳。要跳得高的，是不是？哎，太矮了，会不会跳不起来、啊？你们说换谁？右跳啊！你没说一定要往上跳啊！你们说，往上跳啊、你们说。可以左跳右跳，只要左跳。要往上跳的，要往上跳的，能往上跳吗？莫娜好像不错哦。又是钟离啊！我钟离都不太会玩。对。哎呀，钟离，哎，他说。好吧，来江南，你来上去跳跳。那先脱战啊！他仇恨不在我这里，仇恨不在我这里，存在我这里。那是我。是刘颖啊！你们好，你们哪是这样的？我们是真假取胶男。赫罗，仇恨在你这里，你快走。但是他射你，对。那我是中离温迪，保护秋秋人，这个是。我换个英雄。哎，是可以的呀，可以的，那行。公子是谁呀？就是这个吧，可立没问题啊，可以跳得起来的。你太远了，你站太远了。会遁地的那个，遁地的那个是，哎，我这里没有那个英雄。如果我不站，我看一下，我不跳能被射中吗？达达利亚，他不想射你，他好懒。那达达利亚吧，达达利亚比较帅。就在石头上。先脱战啊，先把仇恨给脱了。好。我来了。你抽人。
我来惹。现在怎么办？来，谁先开始啊？谁先开始、啊？先拖战啊！拖战了吗？怎么拖啊？传送啊！传送到风起地。哦。离远点也可以吧？离远点应该行吧？好了，已经没仇恨了，没仇恨了。嗯。没有了。哎，不行，还是我。你要传送过去。好了，没仇恨了，没仇恨了。恭喜这个 B 站用户。我们先示范一下，怎么办呢？演示一下。好的。我教主要演示一下。一个背对子，另外一个的话指挥，其实人射箭的时候啊，指挥就有跳就可以了。嗯，然后可以去骚扰啊，可以有一个有一个敌方的。这个骚扰的话不会转移仇恨吗？这样的话。你先去啊，先吸引仇恨啊。哦，先吸引是吗？来，教主先去吸引仇恨。教主，我先来。你相信我吗，教主？对，你相信我吗？相信我的指挥吗？拿你拿屁股对着他。不然不能动了。下一件看，下一件。这不在下面，在下面，在下面。哎，跳！哎，会被射烂了。可以啊，我在这看着你们。对，射到，射到。准备，准备，准备。跳 ！nice！ 但走过一件了。哦，这样啊，站在这石头上。哦，跳！哎呀，哎呀哦、是被误导了。你要听到我的这个声音。懂了，懂了，懂了，懂了。准备跳！哈哈，你声音好大呀，你是小女生。这个要两个人配合，对不对？对，要配合。哎，忘记说了。你要提前预判，说他跳。我现在声音还大吗？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准备，准备。跳！啊你不要盯他了。哎，那跳起来的时候我可以飞一下吗？比如说我按两个空格。好。可以飞吗？准备，准备，准备，跳！我靠！我都被搞得狼来了，当时是谁？哎呀！哇哇！不信你来换个人试试看，这个干扰好强啊，这个。来，你来指挥我。调戏 QQ。他这个仇恨在谁身上啊？仇恨，不能飞，飞不起来、啊。那我好吧。那提莫来试一下吧，提莫来指挥一下江南试一下。嗯，我来指挥江南是吧？江南听好了。好的。好紧张，我来看一下啊，准备。哎，不能让他跳成功啊，刘一。跳。哇、wow! 我们开始叫了。哎，不是，我们的声音很好区分啊，我们两个男的、哎、对啊，我们干扰不好干扰啊。没事没事，好吧，跳。哎，你别干扰不了啊。这怎么干扰啊？我干扰我们好棒，干扰不到呀。准备，我可以唱歌。跳。哇，太棒了。我们真的这是神配合，天衣无缝。我们是不是得让提莫去跳？跳，快快，我感觉我们的胜算又变低了。 nice。我们一箭都没有被射中。我们要唱歌。跳了。好的好的。怎么办，教主？怎么办？你们又要输了。我们洗洗睡吧。这对呀、啊。很尴尬，好吧。我来。他们的配合好完美呀、啊。哇。我要哭了呀，泪目了。那我来跳，你来指挥。嗯，一二三，跳。哦，差一点，nice， 没事儿，就一件而已。哇，江南这个耳力真的超级好的。那是你指挥的好呀。开心开心。那现在谁先来啊？哎呦，太好了。那我先吗？那我先吸一下仇恨。教主来指挥我。我们是要轮流吧？每个人一次还是一队就一组啊？来。肯定是轮流来啊，然后有个人可以去干扰，不仅是声音上的干扰啊，可以跑过去干扰。嘿嘿嘿，我也要干扰你们。哦，是把这人杀了。不行，我给你们唱歌。他怎么能射我呀？这个 QQ 人。好吧，你干扰的话，是内鬼的怎么办呀？那个 QQ 影。那等会儿江南在上面是吧？这样比较好。人跳十次。那个是贺，不对，那个是刘莹啊，那个不是我。最多跳十次吧。哎，一共跳十次、啊，一共对就跳十次，然后看重体验。来，谁先呢？刘一先。来吧，仇恨都在你那了，上去吧。来吧。好紧张哦。啊，提莫过来，那个不是我，那个是刘莹。哎，你现在我看他们的名字是许江南了，我晕。哎，对，这个是我，这个后面这个是我。哦。好了吗？
哎，他为什么怎么变？你在射我？我干扰了，干扰干扰。啦啦啦，那怎么办？你先让他穿到我这边。我先走，我先走。他射那锅子。那我先走一走，我跑远点吧。他突然在我们这里了。这仇恨也太……我要跑过来啊！现在带你拍这什么？我现在好了，你们好了吗？来来来，准备。这一箭射完之后，这一箭射完之后我再转。可以声音干扰吗？我跳啊，刘莹，我不会害你的。那不行的，我不会害你的呀。真的吗？来准备，真的。哎，我狂跳你就不能准备了？算了，不干扰。来来来，我教你啊，我教你。跳跳跳！啦啦啦啦啦啦！我骗你的，不行不行，我刚才是失误了，我教你啊，我不会骗，不会害你的。我不跳，我不跳。跳跳跳！哎呀，我跟你说跳，哎，跟着我呀！哎，能在我前帮我挡一箭吗？跳！哎呀，我都说了不会骗你的呀！我不需要干扰他们，不行，我看不清你们。教主大声点，教主！跳跳跳跳跳！这很尴尬，好吧？怎么办，教主？我们好菜。没事没事，你看那里右小鸡哟，你看那里右球球人哟。你怎么跟着江南都不？我不知道。准备了，准备。没有一件躲过的。这。哎，不要慌，不要慌，好吧。我感觉真的不需要干扰他们。啊，准备跳跳跳跳跳跳。哦，躲过一箭了！不要被干扰。你看哪里有求救人哟？我不害你的，我不害你。来，我跟你一起大声点，大声点！跳！求救人汪汪，求救人汪汪！可恶啊，被他找到绝招了！哎，完了完了，他们有点配合，有点默契了。来跳跳跳跳！哎，我不会把射死了吧？你吃点血呀，吃点那个。跳！别直接跳，你给我点准备时间呢。不行，他这个你要说跳，不是你要说他要冲了，快跳，哦、我给射死了。哦，他要冲了，他要射了，跳啊！我就剩70滴血了。What？ 我好像躲过了一箭。两箭怎么办？我说了嘛，江南的两箭嘛，我说两箭，就你不知道是谁说的。我被他魅惑了，你知道吗？他有魅惑。我就剩70滴血了，毫无默契。教主，我们洗洗睡吧。赫罗上，一箭中两。在参与嘛，好吧。赫罗，来你人呢？我走了，清仇恨呀。不是你清仇恨干嘛？你今天上去洗仇恨，哦、不用然后让他走不就行了？让刘云走呀。蹦蹦蹦蹦！哎，对，我感觉提前说也很慌啊。他怎么又在打？是的，好恐怖啊！对，好恐怖啊！这我好害怕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害你的。OK。你听过那个狼来了的故事吗？没有啊，狼来了是什么？当我真的想帮助你的时候，你却不相信我了。是的。我现在是真的想帮助你啊，真的。就开始了吗？还没有开始了吗？等一下，我还在看着他呢。开始了吗？等下一件开始了吗？好，准备。好，准备。我定好了，定好了。相信我，相信我。准备。他要开工了，他要跳跳跳跳。哎呀哎呀哎呀！说一声，不要说多声，只说一声。我跳。哎呀！准备。跳。我发现我可能有延迟，你知道吗？我得提前那么点预判，你知道吗？预判。准备跳。这怎么能说呀？准备跳！哎呦，你好像可以太矮了，你跳不起来。啊、我感觉你都跳了，可以跳。准备跳！哎，不对，我怀疑可莉太矮了，是不是可莉太矮了？我觉得可莉太矮了，你快换一个高一点的。我跳起来也被射到了。哎、对，你快点跳起来了，应该太矮了。换一个高个子。先拖战啊！先拖战，跑远一点，跑远一点。我在打那个，我被打死了。我先跑远一点。你的枪给我射死了。秋秋人很厉害吗？这秋秋人。哎，赫罗怎么把名字换回去了？今天叫秋秋人的复仇。就换回去了呀。可以换的呀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可以换的吗？是可以换的呀，反正就可以换的呀。不然搞不清是谁。来嘛来嘛，
来，我好了。啊，这么快就好了吗？我到了呀，先让我等一下，准备一下。我还没到，还没到，来，我来指挥你，我没骗你的，来跟我跳。哎呀，我被打中了。不对啊，我怎么感觉迪卢特好像也没跳多高啊？腿太短了，那往前站一点。哎，可以可以。哦哦。哦，这样的吗？哦哦。哦，哦，来，准备准备，来，一剑准备准备，准备啊！听好了，听好了，我是刘莹啊，听着我这个声线，不不不不不不，准备跳跳跳跳跳，求求人哟，求求人 B B U， 准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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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不是饿的，他们不是饿的，准备跳跳跳跳跳跳，哎哎，打错了打错了，哎，打到秋人了，不好意思，准备跳。哎，他打别人了，他别人了。我脱离一下，准备跳跳跳跳跳。哎，他不打你了，不打你了。没有，刚才我打动他了，仇恨到我这来了。我感觉这个有延迟，叫做我说跳，你跳一下，我看一下，跳。他好像在打我。跳。跳。哎，有有有，我大概懂一，大概一秒延迟吧。我跑远一点。对，他要提前一点。再跑远一点。我跑了，已经。他现在还在打你，传过去。他妈还在打我，修人犯病了。你去打他一下，那个赫罗打他一下，哎。你好，他不理我呀。好了，打你了，打你了。哎，他卡 bug 了。他这地方射不到你。哎呀，这修人太憨了，来，我把他推过去一点，没事没事。让他打你了。还能推过去啊？这怎么推呀？顶他，要不都拖战吧，先拖。他越来越往后退了，他。先拖战吧，先拖战吧。你全部拖战看一下，他会不会回油哎？会的，会的，肯定会的。那我们出去啊。这个人不太聪明，兄弟。冰鬼神速。冰鬼神速。我走远了。啊，回去了啊，回去了。现在谁啊？下雨了是吧？赫罗，赫罗，赫罗，快去拉仇恨！上吧，赫罗，一个走，赫罗。来，先站好啊，先站好。准备好了吗？十件啊，总共十件。先试一下位置。先来一件，先来一件。你们得帮我们记一下几件。我来记吧，我来记。两件。开始了吗？开始了吗？开始，来来来，准备准备准备，准备了准备了，四件，跳跳跳，那是我当然知道他这个时间点了，通过这个延迟，六件，跳跳跳，啊怎么这都射中了，可恶啊！准备，跳，四件了，哦，你这样不行，太快了，跳早了跳早了跳早了。准备跳跳跳，哎，还是早了，要听着他跳了，准备，对，准备准备跳跳跳跳，六件，准备准备准备跳，七件了，哦哦，我去，这个难度，你别紧张呀，赫罗，准备紧张呀，准备跳，哦，跳走过去了。八件了吧，是不是八件了？准备跳跳，准备跳跳跳！哎呀，你这听他的就是江南的路不打心啊！准备准备，最后一件了，赫罗，准备跳！哦 ，nice！ 走过两件了，这个把 YY 里面把声音屏蔽掉，我把它屏蔽了，我去！哎，干什么呀？到谁了？我们两个加起来躲了几件？江南躲了四件，躲了四件。加起来躲了四件，我们两个。是到我们了。一人两件。完了，现在完了，完了。现在是我们了，对不对？对对，来站这里，过来过来。等一下，我先躲一下。好。没事，你那仇恨在我这里。他现在仇恨是你，仇恨是你，过来就可以了。哦，好的，来了来了。哎，他后面，你去哪呀？那在哪儿啊？在这儿啊。小地图吧，小地图。不是那边，不是那边。嗯哼，来跟着我，跟着我，跳到我了吗？
Where are you？ 在这边啊，在这边。这是你吗？啊，这个人。哎，我看到赫罗。我想那么就重建一下吧。啊，这个是许佳南啊。哎呦，你们在哪？看错了。我来跳啊。对对，你来跳啊，你来跳。啊，刚刚我喊的那么好。每个人都要跳的，每个人都要跳。哦，好吧，来嘛。有点紧张啊。等一下，我给他推过去啊。哎呀，有点紧张。别晃啊，还没开始。嗯。准备啊，还没开始啊，还没开始、啊。哎，好的好的。啊，等他这一箭射过再开始啊。嗯嗯。开始了。好了，开始了啊，开始了。好。我说跳就跳啊。嗯。跳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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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。哦，快了。我们双重干扰了。对。这个就很难分辨，三个男生跳跳跳跳跳跳，啊！被他们干扰了，等一下啊！哎呦，三、二，我不知道那是你的声音。跳跳跳跳跳跳，我的声音啊！跳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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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的，跳过了，我知道你的声音了。跳过了，三，我来模仿一下邱友仁蓄力，你看好了，我跟邱友仁一样的。一跳，二三，漂亮！完了完了，我们完了，完了完了，一跳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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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，啊！别被干扰了，别被干扰了。对，你的声音，我再听一下你的声音。跳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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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！等一下啊，别被他们干扰了啊！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三、二、跳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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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，漂亮！完了，三箭了，我们无了，我们无了，我们无了。跳跳跳跳跳跳，漂亮 ！Nice！ 三啊。二，跳，跳，跳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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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我差一点，没事啊，没事，嗯，他打出蒸发了，三，二，跳，跳跳，一跳跳跳跳跳跳，哇，没打中吧这一次啊？没打中，啊，这球人他在演的球人，啊，好了，那我们是不是赢了？跳跳跳，是的，好像是的，我们已经赢了吗？怎么想都输不了呢。不行不行，让正南表演一下，好吧？跳，跳，跳，一跳，跳，跳，哦，差一点点啊，嗯，差一点。好了，已经实现了吧？好像，已经实现了，好像，已经实现了，已经实现了。赢了就，是的，我们又无了呀，就赢了，都不用上场了，我们已经赢了才两件呢，还是要上场一下吧？两件，我们一共四件，表演一下，还是要上场一下，表演赛，表演一下，我们要就是伤害性不高、侮辱性极强的来表演一下，表演一下。来来来，正南，特助，我们来切那个，我们来切安博，我们干扰他的听力。我们切安博，干扰他。这个应该很难干扰吧？我声音是女生。没有没有，我们干扰他听那个的声音，听秋秋人剑的声音。哇，我都不用听好吗？我那么秦墨的提示才走过去。来吧来，我来热。好，我看一下啊。哎，开变声器是吗？开变声器，开变声器没用。看一下啊，是我们开始了吗？原来之前有人在射箭，我们怎么突然讲两穿箭？原来是安博呀！哦，有两个人在射箭呢。哎呀，好慢！我说怎么回事？怎么有箭传过来了？快点啊！准备好了吗？对，我们也是。准备好了没？可以了吧？可以。那我们开始了，这一箭过后开始哈。啊，好。来吧，来准备，开始，三二一，跳跳跳跳跳跳！哎呀，哎呀，不是，是被他打住的吗？跳跳跳跳跳跳跳！三二，来了来了，江南，等一下，来了跳了跳跳跳跳了，快跳！好的好的好的，棒！我们好像就不用干扰了，我们好像太难干扰了，我们的声音。三二一，跳！跳跳跳跳跳！哎呀，哦，哎呀。哎哎，哇！我终于知道秋秋人转身成为秋秋人什么感受了。哎，啊，他射歪了，秋人。啊？为什么这秋人射我们的时候像个战神？三二一，跳。对呀。耶。不合理呀！不合理呀！竟然犯规，这怎么能忍呢？三二一，跳！跳跳跳跳 ！Nice。啊，这个确实没法干扰，好吧。三二一，跳跳跳跳 ，Good，
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们没用啊！他替身的话我们没用。哎呦，不行了！三二一，跳！哇哦，太棒了！我们回家洗洗睡吧。你退出原神圈，从今天之后。三二一，跳！太厉害了吧！真的。几件了？我快扛不住了。三二一，跳！跳跳跳跳跳！哇哦，碾压了！他们说。刘毅，不要挣扎了。我们不挣扎了，我们放弃治疗了。三二一，跳！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三二一，跳！跳跳跳！太棒了，我们这个还没有实践了吗？没有呀，肯定实践了呀。这不用算了，好吧？完蛋！三二一，跳！哎呀，太厉害了，真的是。New ability， 怎么办？我们两个上 five， 我为你鼓掌。那把这个杀了嘛，把这个持有人射了我，射了我八箭，气死我了，射了我八箭。这是个内鬼啾啾人。我太棒了，他把我射死了，我射他一箭四十滴血。完了，我好像也打不过来啊，本来我不行啊。原来你也没练安普。我真不真。我要复仇，谢谢大家的舰长哦，杀了，开心，好的，这一把又是我们赢的哦。是什么了？死了吗？伤害的最好说我伤害，哇，终于报仇了，棒棒打，职业选手禁止参加。最后一个那个活动了啊，对对对，还要抽奖，我忘了抽奖了。嗯，开个躲猫猫活动啊！对，我们也要抽奖，对不对？我也抽个奖，我看一下啊，把酱给抽了，还是抽一个，我看一下，在我直播间，然后抽一个机械键盘，哔哩哔哩的机械键盘，然后还是刚刚那样，大家只要关注直播间，弹幕输入哔哩哔哩干杯，嗯，然后就可以参与了，五分钟内哦，现在开始。最后一个是啥呀？我来讲一下吧，这个是躲猫猫呀。躲猫猫，躲猫猫好。躲猫猫和血量无关。躲猫猫。在这干站着，也不会有对手。这个躲猫猫也是一个人，就是两队嘛，对吧？一队躲，一队捉啊。嗯。然后捉的队的话是一个人协助，另外一个人的话就是捉。捉的那个人的话需要把这个主视角，拉到这个屏幕的正对面，然后只能用 S 键进行跑步，那就是倒着走，对吧？是倒着走吧，这个意思。然后爬的话是可以正着走的，然后要把小地图给遮着去找这个对面啊。然后队友的话是协助为主啊，队友的话可以打开一次大地图，然后主要靠小地图来找，然后给队友提示啊，让这个找的人的话来找到另外两个人，它是这样的一个玩法。好重，炸弹太多了吗？一个躲，两个人躲啊，两个人捉，一个协助，一个找，一个找，找一个推，然后倒着走。配合找出躲藏方，十分钟内耗时更短。那就是在一个区域吗？我们？对啊，去璃月。哦，就璃月港，哇。啊，刚才说什么？我刚才卖关了。就璃月那个捉迷藏是吧？那你们是必须站在那儿不动呢，还是可以动啊？不能动，躲好了不能动的啊，躲好了。哦。动的好像有点太难找了。对，动太难找。行。怎么样算找到呢？就他找到肯定看到呀，看到，就是屁股对着你吧？怎么看到？走在那种阴天地方，我今天只能待在这个区，没办法换了。倒着走我都会走迷路的，要不啊？是，倒着走再换，真的会迷路的。我输了，我是想换就换的呀。都可以好吧？都可以。现在去璃月港吗？我们？对，去璃月啊。OK。对，璃月港啊，璃月港，璃月港太大了，我建议去蒙德城。啊，蒙德也挺大的。蒙德城好找一点，不能去室内，好找一点。哎，蒙德城吧，可以，我对蒙德城熟。
就不能爬，不能爬太高的地方，爬太高的地方也不好。蒙德城，蒙德城，也太难爬了。哦，不能用莫娜啊，爬的话是可以正着爬的呀。哦，不能用莫娜，莫娜又不会隐身。莫娜滑翔不是那个翻滚中啊，可以不动的话是可以隐身的。哦，原来如此。还有这种机场吗？江南女的、基本上是隐身啊。奇怪的机场啊。哇，要在这么大一座城市躲起来呀、啊，好难找啊，我感觉。嗯，之前是我们赢了，所以是我们可以选择躲或者是那个找，是吧？你们可以先上吗？是两轮吧？那就两轮，那就我们选择先躲。都得找。那鱼很好吃，所以吃多。那你们来，你们来。我们选择先躲，然后你们来找。啊、可以可以，没问题啊。要找的话，我们是倒着走还是正着走？正着走吧，还是正着走吧。正着走的话，那我们就两个人都遮住吧，好吧？对，正着走的话，两个人找两个人，然后小地图都遮住，不能看大地图，这样子好吧？可以，没问题。那刘一，展现实力手到了，好吧？小地图遮住，我先把小地图挡住。找个东西挡，物理遮挡。不对呀、啊，那弹幕去告密怎么办呢？不能弹幕去告密啊。可以搞张图片遮住吗？啊，对。要不这样吧，弹幕呢可以去找了那边给他们错误的信息，好吧？哦，这可以。这样可以吧？去找的那一方去发那个错误的信息。全员内鬼。对，当内鬼。这样子是不是很好玩？可以。哦。一万个错误信息。等会弹幕，你们告诉我，我藏在哪里？哎，那如果他们，你说会不会有那种，就是弹幕他们在你直播间，然后来告诉我你们藏在哪儿那种啊？对啊，所以说就需要其他人的弹幕来给你错误的信息。哦，对对对，懂了。我们要先藏吗？哦，我们找啊，他们藏啊。他们藏吗？哎，有间谍也有同伙，所以就是大家。我们从哪里开始找？可以说从错误的弹幕开始找吗？扰乱视听。你们小地图遮好了没啊？不能偷看啊！啊，不偷看，遮一下。我是不是在这边辅助你是吧？不用辅助，我们俩一起找呀、啊。一起找吗？地图遮住一起找啊。对。啊，应该一起找。倒着走嘛，倒着走可能有点无聊，而且可能太难了。哦，走哦，走哦。哎，等一下，是我跟谁？我们先吗？我们先躲是吧？现在就开始躲了。那我们要计时吗？这太多久等的？等一下计时啊，十分钟吧好像。开始了呀！十分钟不是随便找吗？啊？是吗？我也觉得。是吗？就我们先记个时，看哪边时间长好了，哪边时间短，找到时间短，就把两个人都找出来，时间短。他们让我当小地图位、我们要视角拉最近吗？不用啊，就直接找了呗。那直接找呗。对。开始了，好了吗？躲好了吗？躲好了吗？没有。给我五分钟吧，好吧，我记个时，给五分钟。等等哈。我没看，我刚刚不知道，我以为没开始呢。没事五分钟。哎，仙灵怎么下？他们让我仙灵下了。按背包下。背包，然后倒数第三个，点仙灵，点卸下就可以了。好的。太紧张了呀。啊，你可以飞了，跑得快小地图就不遮了，小地图的话大家内鬼互爆好吧，不知道是真还是假，反的话还是会被坑，所以不大事。有点紧张。我已经开始笑了。江南是不是找了特别阴间的地方？没有，我找了一个很你们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。那么对呀、啊，而且没在，绝对没在屋子上、啊，我不会骗你们的，绝对没在屋子上。屋子上？屋子上？对啊。完了，被他们发现我在屋子上了。啊？哎，怎么这可怎么办呢？完了，我刚才没关麦。江南是老心理大师了啊。不能相信弹幕都在骗人。对，弹幕不能进屋子啊。骗人。
你们快去找的，你们快去游民黑罗的。有个人说江南在道七城，我操！等一下，你们别忙找了。他们说刚刚说不能进室内，对不对？对，不能进室内啊，不能进房子室内啊。好吧，好吧，那我出来。你们没开始找吧？没开始吧？我还没多好哦。我们到十五分开始，好吧？十五分。行。十五分开始找，找到25分。天哪！还有3分钟啊！哇，这么快！没事，不着急。哎呀，好紧张哦！其实我卡 bug 去天空岛了，天空岛。我靠，江南粉丝好坏，他狂骗狂骗。在赤东城。江南在江苏、啊。赤东城都来了。江南，你在江苏吗？哎呀，你这太远了，江南，我们去不了的。我在江南。妈，江南变派蒙了。妈，江南，派蒙的话，你也会变吗？教教我。那肯定啊。没事，多远点。喂。江南在海南，江南在江南。还没开始啊，还没开始。然后江南可以去打狼了。提莫躲好了吗？提莫？没有没有没有，马上马上。现在紧张的要死。小地图不会暴露吗？小地图遮住，他们遮住看不到了。欢迎。死了就找不到了，你可真是个人才。不怕，不怕。还有2分钟呢，够做很多事了。还有30秒左右。哎，我队友呢？我队友怎么不见了？队友继续救回。完了，我队友都找不到。队友在偷矿。他们在偷什么？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如把这个时间发光发热。他们说头上有名字，哎，这个怎么办啊？这个要靠近才能看得到，远的话看不到的。嗯，偷完了。可以趴下的吗？怎么趴下呀、啊？趴不下，只能趴墙上，不能趴下的。1、2、7，好了吗？2、2。这花还有。好了吗？好了。来，开始了。Go！ 自欺欺人。偷矿的事给看到也没事儿。找。名字能看得到吗？那江南你在笑什么呀？没什么、啊、肯定是你从旁边路过了才笑的啊。没有，快仔细找找，肯定是没有。你看这个笑声不对劲。老韩在笑，你笑什么笑？我想说什么来着？看有没有人躲在。有名字吗？找不到呀。我真的不想笑。人呢？你别笑，你笑，我也想笑。对不起，别笑。对不起。
你们是把名字改成一个点了呀，好坏呀。对，好坏呀，谁呀？谁呀？好坏呀！真的好坏呀！谁呀？那么过分呀？谁呀？谁呀？都哪儿去了？我要除草了，是不是在什么小草堆、小草垛里面？上去看看，躲不了人啊！小草垛，关麦箱。哪儿呢？哪儿呢？一、二、七、七、二、哎、七、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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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我在这边仔细寻找，那个风是你人呢？你躲在屋顶上了吗？我想说你们那个地图是能看见我们吗？他们不能看地图，他们小地图要遮住的、哦、就是物理遮住。我看见了降龙已经躺了，好吧，他刚才肯定在我旁边，是不是？谁呀、啊、这谁呀、啊、这谁在草里面啊？谁呀、啊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，这是个 NPC 吧 ？NPC 啊，原来是个 NPC， 哎，怎么不能对话的 NPC？ 这是 NPC。我靠，我刚好来过这里，我没看到你，你的名字被书挡住了，挡住了。哎呀，我去哟！你看到了？啊、有树不够大，这个树。妈蛋！出来吗？江南，我听到你快出来！啊啊！来了，来了。干嘛？哎呀，气死我了！都找到啊，要两个人都找、啊。我再去找，在哪里？我被发现了！你要躲好啊！你放心吧，你就放一百个心就行了。要给我们带带路呗，带带路。不行啊，不能给他们啊！给鬼子带带路，给太君带带路。怎么那么快就被找到了呢？不会挂在墙里的吧，江南？你不会是挂壁吧？怎么可能啊？不会吧？我怎么可能挂在墙上呢？哦、不是对吧？那你是？透露啊！哎，我绝对不会告诉你们，我在屋顶上呢。表弟，你千万别说啊，表弟。哎，好，我不会说出去的。真有表弟啊！真有表弟啊！真有表弟啊！真的有表弟啊！我们都是虚空表弟，他是真的有表弟。我还以为是有内鬼，我觉得有内鬼，肯定是告诉你们。我刚刚把名字改成弗朗克，想冒充 NPC 的。没冒成功。我、哦、靠，我已经把蘑菇偷光了。它不是我的世界。确实。哎呀，我没找到地方躲，这些地方都太……哎，我应该在这儿，对不对？应该更好。哎，不行，这个草丛也太不隐蔽了。还哪有蘑菇呀？嘟嘟嘟。换砂糖，我已经没有机会换了。我现在已经被找到了。等会儿就该我去找他们。就剩七分钟了，你们加油啊！爬不上去。加油！我不能。我已经在蘑菇了。不要放弃治疗、啊。我这个叫顺路，你知道吗？顺路。不要放弃治疗啊！完了。江南都一点都不说的，老阴间了，好吗？我不说了吗？我肯定没在房顶上呀。真的吗？我绝对不会骗你们 的，我肯定没在房顶上。梦娜家里真的吗？不可能。房顶上估计站也不好站呀。房顶上瞅瞅。看得到的。我开地图看队友不够近，好吧？不行，我看队友了，你们肯定会找得到他，你们会去通风报信。先别过来，还、哎、不是看一次大地图吗？对，我不过来，再过来。不能看一次大地图。我不过来。不能看一次大地图吗？啊？改哦，原来是能看。原来是可以的，现在的话改。对，现在改掉了。啊？然后找遍了，能有个大概范围吗？乖呀，好乖呀，江南。大概范围啊，大概在。嗯，那么大，我给你们比划一下，你们看到了吗？那么大，哦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吧，看到了 吧？莫纳加真的有啊？没有，历代的舰长哦。什么？你们要透视吗？不是啊，我在电脑屏幕上给你们比划嘞。啊？你开始摸松茸了？看你直播，我怎么知道的？哪有啊，莫纳加？开摄像头啊，那没事了。啊，大约在冬季。
哪里有提莫定制台历拿，今天就是在我直播间开通舰长就可以拿了，这是我们的冲舰活动。还没找到，之后我感觉我们要赢了，还有五分钟了。我想说什么来着？加油！加油！没有啊。城墙上会吗？哎呀，完了，被发现了！没有，完了，你看看呗。最后在城墙上了。哦。没有啊。完了，就输了。哎呀，不要过来呀、啊！不要过来呀、啊！啊？你在说什么？现在冲牛，牛的就是现在，只限今天。这个活动，诶，这谁呀、啊？这刘颖吗？对呀、啊。你怎么找队友了呀？哎呦，你开始除草了都。奖品细则就是，今天我的直播间将为所有上舰的舰长送出礼包。刚刚我想说什么来着？苏苏亚。咦？哎，这地方我们来过吗？怎么没看到呀？在哪？哪里啊？是哪里啊？他到底躲哪里了？看过这边呀、啊，为什么上次没看到啊？哎呀，那在哪里啊？哎，被找到了，被找到了。这个箱子里面。把语音给。箱子？哪个箱子？这里。等于说，只要在直播间，我今天什么地方、啊？只要今天在我直播间的小伙伴们上了舰长的话呢，都可以获得一个专属的定制台历一个。箱子里面，每个人都有。发现可恶啊！就这啊！然后并且呢，等会儿我会在直播间抽一个人送出一个 Switch， 就是在舰长中抽。然后我们到了800舰长的时候，当大航海数量到800，有这种地方，也太恐怖了。然后呢，我们会送舰长的是定制新春台历和我的定制签名照，就是满800和满1000数量是不一样的。你抽出金了，你在疯车，我心态跟鬼好吧？上面已经找到了吗？我暴露了。我们找个好地方。第二场，现在第二场是你们躲的。对。你们已经找到了是吧？找到了，找到了。这还有。太可恶了，居然这都被发现了。我们是按那个就是找到的时间来算评判的，对不对？如果找到了是按时间，如果没找到的话就按那个，没找到那个，我找到那个赢。嗯，就两个加起来的时间呗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找到了。先到这个传送点这边集合吧。传送点集合哪里？对，中间的传送点集合。刚刚我想说什么来着？不直接躲吗？不直接躲吗？我们直接躲呀。对啊，你们到下面集合去啊！这里视角太好了，好吧，能看到我的轨迹。前面大门口。别慌呀，别慌呀，我已经把小地图遮住了。哦。行吧，现在我们要把小地图给遮住啊，不能看他们的行动轨迹。哦，对。好的。用物理的方法挡一下屏幕，挡一下屏幕左上角。哎，物理怎么挡啊？哦，物理懂了懂了。我用一张纸巾什么的。嗯，可以拿纸巾盖一下。我等一下，我们找的话是可以用莫娜的啊，找的话是可以用莫娜的。里面找，里面有什么？挡住了！哎呀，我要用莫娜了。哦、你们现在还在那个吗？还在跑是不是？我以前好像是我特别阴森阴森，我想一下啊。我没有莫娜，天哪！没事，不用莫娜也可以啊，不用莫娜也可以。跑得慢呢，你还有除了莫娜谁跑得快？还有温迪，温迪飞得高的话也不错。嗯，用高点的角色，走的也会跑得很快一点。高一点，有点难。钟离，钟离也跑得快。4 5我操，太蠢了，我多蠢。你们慢慢躲啊！砍呀！一下躲到八的阴间地方啊！太棒了！砍呀！我用砍呀吧。这不无敌、啊。砍呀跑的。哎，我也想到我一个绝活了，怎么办？哦，砍呀跑的飞快。这风险有点高啊，有点害怕、啊。哎呦！在哪里找到他们呢？
那躲猫猫记得卡米萨嘛。他们会躲在哪里呢？我上次好像就这样被找了。他们会躲在哪里呢？到时候你往这边啊，看看我，看我，过来过来。嗯，过来过来。好，我们现在可以动了。到时候你往这边啊，就这个方向去找。哎，然后我往这个方向去找。好的，这一边是我的嘛，对吧？对，这边找完之后呢，我们再去城门那边找，最后再一起找这个。教堂这边啊，好的，我在巴巴托斯手上，这里，在这里转。你找完之后，找完之后，哎，对，你在手上找我，在这个这里集合啊，找完就在这边集合，不要迷路了。这边找完在这儿集合，然后再找，对对，哎，然后在这边，然后再集合，然后再一起去上面。好的，好的，好。还计划路线呢，专业。哎，等一下，那我看地图好像也能看到他们呢，我不能按地图对吧？不能看地图啊，不能看小地图。好。地图，大地图跟小地图都不能看啊。啊，你们重躲一下哦，因为我刚按了一下地图。好。我以为我可以看地图，因为我对地形都不了解。谁说的？没有，好吧，没有，不是我。不能地图，我不会按了。Sorry， 翻了半天没找到。来，奇墨怪，给你看个小彩蛋啊！哎，好，还有彩蛋？你听说吗？宋仙女换个角色。哦，行吧，那就按水果来。哦，这个不会，要下来，下来。芭芭拉对这些 NPC 放技能，他会鼓掌的。对谁放技能？芭芭拉对这些 NPC 放技能。谁会鼓掌 ？NPC 会鼓掌。没鼓啊？太隐了，谁能看到啊？好像看不到。你可以换芭芭拉试一下、啊。哦，我自己是吧？我看一下。芭芭拉。哦，莫娜也可以是吧？莫娜玩的少啊。好，那我决定了。我有芭芭拉。不行，真的是不行。哎，真的是哎，我看到了。哇哦，为什么呀？这是。还有两分钟哦，你们躲好了吗？还有两分钟，等一下。哇，这是芭芭拉的技能吗？真是，不是，这是游戏的设定啊。啊，六六六六。芭芭拉厉害人。克罗在欧深渊了吗？是吗？这么快？可以换个。好猜呀，不行呀。我还是把凯亚换回来吧。刘云靠你了呀，我要白给了呀。我也要白给。啊，你也白给，我信。你不要白给，好吧？哇，你们好过分啊！你们怎么能把名字换成点呢？芭芭拉，这怎么找啊？芭芭拉是偶像啊。哇，太过分了吧？怎么会有这种人呢、啊？你看着呢。不知道，学来的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太过分了。我看一下芭芭拉的样子是偶像的。哎，芭芭拉是蒙德偶像，他们说。对的。怪不得。其实法师都可以啊。嗯。是不是有点自作聪明啊？那莫娜为什么可以呢？你躲那边，那我不躲那边啊！我坚持我的。我莫娜也是偶像。莫娜。我怕我们被一网打尽。那看来他不是偶像。下次 cos 芭芭拉，好啊，口力吧，口力，口力。我无敌了呀！就又无敌了。给你了。那么，那我躺了。原因大了吗？我找到了吗？就剩一分钟了。你听说发生什么事？我想知道我的脚露出来没有？你帮我看我脚露出来没有？算了算了。我们从8:30找到8:40。我无了，开始了，我们来找了，来，你先去那边。Go， 我们来了，哼，我无了，紧张啊，我无了，对，我白给的，回你的 P 级啊，你 P 二吗？对呀、啊，紧张，换个人呀，哦，换个人，能在屋顶吗？你们会在屋顶吗？你可以跑屋顶的，也可以去屋顶找一下。最危险的地方是最安全的地方。
这个非常完美。那还行，那行行。我脚不会露出来，我没有。来看你们表演。嗯。记得要到城墙上面找一下，可能他们躲在城墙上面。哦，啊，这个被你们发现了吗？你别上城墙，我不会躲在那种地方的。不会的，我们不会躲在那地方的，好吧？不会。那边找好了吗？找好了。没有。那回到中间集合啊。嗯。那我跟你学的呀，我也在箱子里面啊，信不信？我也在箱子里面。箱子老有特别阴间的箱子，有一个缝，好吧，缝里面最难找，我不骗你的，真的。好了，我来了。现在一起去这边找，看夕阳。再加上一份，因为小角落有些箱子后面啊，他们可能爬在箱子后面。哎，兄弟们，去爆点呀！爆点，双引号。爆点，爆点，双引号。他们在哪儿？他们在哪儿？咱们玩狼来了呀，对吧？把正确的点位报给他们。他们在哪里？让江南，上次江南老是报红车。哎，你去哪里找了？我裂开了。我在。那你去上面找吧，去教堂那边找。专业了，好吧。教堂啊！我现在就去教堂啊。对，教堂你知道在哪吧？上面吗？对。那好。真是急性子你。找没找到呀？我这缝可专业了，好吧。你们没在室内吧？不可能在室内，不是说不能在室内吗？对，不能在室内啊。我在室内。可是人家没有在室内呀。我在西风骑士团的二楼。提莫，你去那个教堂的上面看一下，上面有个钟，他们可能藏在钟那里啊。嗯，好。刘一妮，你怎么也躲墙缝里啊？和我一样啊！哎呀，那没办法，那没地方躲了。那还是你在箱子里面。你这不是没了吗？我俩一样。对呀，你这没事，他们找不到我们的。雕像在哪儿呢？看着撸猫了。我看到了，我在这儿。对。嘿嘿。嘿嘿。哦。你在干嘛？撸猫。是这儿吗？嗯，那你去那边找吧，我去教堂上面看一下。哎，他们白给了，好吧。我在雕像这里。告诉他们，再放我都不知道。哎呦，对。嘿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哎。哎，没有没有。哎，从我旁边路过了。这，好吧，我找到队友了。哎，真是急性子你。吓我一跳。对。哎。我去神像上面看一下啊。风车上，他们说在风车上。有些是内鬼，不要相信他们的。好吧，哦，他们在骗我啊！我去，内鬼嘛，我们爆点肯定不是内鬼，是真的。雕像上没有啊。诚信，诚信才是基础，好吧。风车，这么多风车啊！他们说在雕像上，哎呀，但我也不敢信。哎，我看到了，看到了，你居然藏在这里！那第一遍没看到，太阴间了，这都真是急性子你，可恶啊，还是被逮捕了。不信，我真的在缝里。不信，教主呢？教主，我来找你了，教主，我来帮你们找他。我也在缝里，好吧。哎，教主，你在草里啊，教主。哎呀，这，哎，你别乱说嘛，这。找到你了，找到你了。不玩不好玩了，你知道吧？提莫，提莫。哎。教堂上面的钟那里有没有看过啊？钟没有。你跑到教堂上面那个钟看一下。教堂上那个钟。对，这些地方我都找过了。如果他没躲在室内的话，就在钟上了。哇，哦，我要看日猫了。猫？哪里有猫？有猫。哎，快点快点，好吧。哎。咦，哎。关键你知道吗？我这走的有点慢。不是啊，我们爆点的话是有内鬼的。我们这个规则就是可以互相爆点，但是可以爆错误的点，对他们爆点是允许的。都说了在缝里嘛，我没骗你吧？说明你在缝里，你不信好吗？你看，我真的在缝里。真是急性子你。跟他
教堂的钟，钟上没有，他们说钟上没有。真的是误导。那哪里有？钟上看过了吗？老实的很。我还没看过，我在找钟。我们几分钟了？我们是不是赢了？教主，我们终于要赢了。六分钟了呀，你还撑住啊，教主，撑住呀。你六分钟了。快点，江南就这。坐在后面找不到。我跟你学的好吧，我去中上了。刘姨你怎么偷光去了呀？这带我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我在藏呢，我在找教主的，教主可能去偷矿了，我去找教主。哦哦，对，我也去偷矿。对，我帮你们找呢。哎，找呢，快点！天哪，他这个钟，他可以跑那个钟的后面，所以要整个人去钟上面看一下。嗯。快点，就这啊。也就这啊，就这啊，下来吧，下来吧。在哪里啊？我也想来看看。我刚刚一看，看到你们的标志贴在一起。你怎么上去的？教主啊，挖了个矿，你怎么人没了呀？不知道呀。我怎么上去的？你再演示一下，你再演示一下那个嘛。在哪里呀？你不知道会有登墙跳吗？好，这怎么会？登墙啊，你看。啊？怎么登墙跳啊？我不会啊。登墙跳怎么会？这登。啊，我不会啊，这蹬墙跳都不会，你这躲猫猫玩的？怎么操作的？蹬墙跳，啊、蹬墙往后跳啊？怎么操作的呀？我太难了我。你在跑酷？就是往后跳啊，这啊，砧板上、啊，砧板在哪儿？啊，我信你个鬼！蹬墙跳，不是你这都学不会吗？我不会、啊，我哪跳不上去？哦，可莉才可以是吧？我那不行啊，不是没错吧？我这是七七啊。啊，七七可莉才可以、哦，太高了对吧？好了，我们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超时啊，没有超时。哎呦，太累了。我们谁快、啊？我们谁快呀、啊？谁快呀、啊？反正都差不多吧，差不多。太难了呀。OS 加空格。再来一次、啊。那我会啊，那这个我会。找到了，他们找更阴间的地方。他们在哪儿？他们在那个钟，挂在钟上面。哇，就是那个最高的那个地方吗？对，看到那上面那个钟了吗？就在那个钟里面啊。哇，那个怎么上去啊？我爬不上去，我刚刚。爬上去，从旁边可以爬上去。要么换个点，换一个璃月再来一轮。小姐姐叫什么？小姐姐叫璃月。蒙德不行，蒙德这个点位太菜了，好吧。璃月的房子多。对。就不能躲在房子里面。蒙德太大了。那璃月难道还小一点吗？璃月我们分，也不更大吗？我们拆开，就是那个不要，就是有点长，我们拆开好吧。璃月太难了，上次我躲了一下。你说十分钟了，什么嘛？有难度才有挑战，我们是把不限时，看谁时间最长，好吧？那行，看谁找的时间最长，最长的输，好吧？来，竞争实力的时候到了，好吧？我专业的璃月，我超专业。我们现在是要去哪里？璃月吗 ？Yes Yes。璃月我们就上半部分好吧，下半那个码头我们就不要过去了，不然太大了。那个桥那边切掉。弹幕说望舒客栈呢？望舒客栈怎么样？望舒客栈太简单了，有点小，没法读。没法读。也爆太多点，但是就算我们不爆，也会有人去爆的呀。上班还下班？你们可以爆假的点呢，这爆假的点去干扰他们的那个弹幕。你啊，怎么走？嗯，没事啊，等他们过来。哦，在这儿是吧？我们就不能超过那个桥是吗？就我们是在哪边啊？哦，这个，哎，你们在哪？到四 B 这边来啊？你们在上面啊？上面。好，那我们去另一个传送点啊，去另一个传送点。那个桥，那个桥不要过去啊，因为太大了。如果那个就太大了。雪山就算了吧，雪山还有人是不是。雪山。不当。人家没找到自己冻死了，好吧？啊，过来了吗？不要过那个桥啊，下部分你不要过去了。不是叫他们别爆点，就算我们说了别爆点，他们也会有人爆的。爆点乱爆好吗？所以你们就可以去干扰他们爆假的点，知道吧？现在只能这样子玩，因为我们是四个主播一起玩，也没办法。对，爆假点，爆假点。问题是，就算你遮住了，他还是会爆点的。不管怎么样，肯定还会爆。来，你们先，还是你们先，好吧？哇，璃月好大呀！
这个房子也太多了，这不比蒙德，但是他进不去。我看弹幕就行了。那你们发弹幕不是没意义了吗？还是要看的。好像那个……哦，对了，不能卡 bug 呀，不能卡 bug 的哈，你卡进去不能卡 bug 啊，不能卡 bug， 卡 bug 怎么走啊？肯定有啊，都是一个点儿啊。577呀、啊！哎，你们那个？要伪装成 NPC。接住。我们在这一块不能过桥是吧？对，不能过那个桥，不能下去，不然太大了。行。现在是先谁找？码头也是可以的。现在是他们找我们躲。还是他们找我们躲是吧？对。跟之前一样。好。嗯，躲吧。哎呦，音乐的话。因为我也不知道哪个点好躲啊，我就蒙德上次有个水友玩的时候找到了那个点，然后躲了。因为我也不知道哪个点的，就不能去过那个桥，对不对？我们对，就在这边躲就行了。两边的桥，这个城都可以。后面的山最好不要上去，好吧？就是不要到山里边去，就在建筑上面。往前的话，在里面的话，嗯、不能进室内啊、哦，不能进副本啊、哦。太难了啦。也不能呀。好、哦，开始吧，你们躲吧。哎，刘莹，这地方可以找点位的呀，好吧？哪里啊？他们躲的时候你要找点位啊，你躲一下自己躲哪里啊？这边好多阴间点位的、啊。是的，我现在在找呢。嗯、不能幽默呢，不能幽默呢。钻不进去。我记得之前有这个超阴间的点位是在哪里来着？想不起来了。哦，他就改了。你是躲猫猫的神。瀑布后面躲不了，瀑布后面躲不了。那个位置不行啊，那个位置在下面，好吧，走不了。那个位置无敌，确实。他是人能想得到的位置。啊、你看过他视频吗？哪里啊？啊，就躲水里了，那超级阴间。那你不进去根本看不到的。哎呦，太难躲了。这里下面应该不行，但到地底下是不行。地底下有好多地方你看不到的。哎，这以前好几个点位被……啊，这是下半，我靠，忘了。怎么这样呢？人家上半都……完了，我刚开地图，我看到你了。啊？那我们再躲一会儿。对，再躲一会儿。我也没记得，只能到上半。可以在水里面游泳挂着吧？可以啊，你别淹死算你输了。哇，我好不容易找了个巨阴间的地方，一看是在下半，可以躲那个游泳挂着是吧？你可以挂呀，你就可以。好的。游泳挂着怎么挂？在水里游着呀，随便你好了。不动的话就不会掉体力的。给猫开门去了。怎么换猫猫啊？他们说可以有猫猫，一样的，七七跟猫猫身高差不多的，就七七吧。这还可以换猫猫？换猫猫就是一个人物啊，迪奥娜。哦哦，一样的，名字改了。改成一个点的，行啊，这个。我靠，这地方也太阴间了。奇奥纳，我得到了一个很恐怖的。就这儿。什么时候开始找啊？五十开始找吗？五十吗？你多好就开始找了，你说什么时候开始就开始。嗯，我多好了。等一下啊，我等一下。我没有那个英雄，
月确实阴间的地方多，超级多。潮湿状态，去水里面游着肯定有潮湿状态啊，怎么可能会没潮湿状态啊？潮湿，你在干嘛？你在水里，你完了，好吧？懂了，在水里。对啊，我在游泳。懂了，懂了，你没了，挂了，游泳。我跟你说啊，这地方水地方不多的啊。我也躲好了。好，开始。开始啊！来吧。来了，给你再来两分钟，好吧？你就没了。水果老水鬼了，你这都水里，你不是白给吗？来，先找一下湖底有没有。湖底没有。你这简直太不专业了。好，这有水的地方就两个部分，好吧？第一部分没有的话，你接着第二部分，你完了。回回没有，不能过桥。哎呦，差点开地图，你们手贱，差点打开了。就这个视角，让他们找不到。还有我手快。哦，我在下半啊，我又走到下半来了。他们找吧。明显的呀，下半的话明显要过去。犯病了，我这里有地方能躲。进去。你们别抱心啊，舒服，你们乱抱乱抱更柔软啦。江南扮成千言可以乱抱，还能扮成千言君呢，这穷女的有内鬼啊。我没有吧，江南我来了，就两个水位。那你我相信你们，你们别说嘛，在那边好吧，我来了，你信不信？你没了，哎，这两个水位，你这不是找死吗？说是在水里，还差点什么才能调出难喝到头脑炸裂的酒呢？顶上看看。嗯，这边有水的地方就前面的码头，后面的瀑布啊，你看你在哪里吧？还有个小池塘，哇，小池塘，出去看看。我老专业了，这水也不找死。人心难测啊，那我没办法。先去找找嘛。然后再说好吗？好吗？哎哎，池塘，池塘的话就一个草可以躲。先去楼顶看看。那有箱子。嗯，没有，没有。哇，这个地方。你不是骗我吧，江南？没有啊，你没看到我身上挂的水元素吗？这地方好。那你没了呀？那就最后一个位置了呀。地方没得骗，那你是不是在骗我？好吧，御赐台啊！你果然没骗我，你竟然躲这里！哎，被看到了，被看到了！这里有水就几个，你竟然躲这里？好吧，你这太不专业了呀！哎呀，被看到了，被看到了！哎，你这不行，你知道吗？我教你，江南，看看我啊！你这个地方不专业，我来教你。你躲哪了？你躲哪了？哎，不对，是改了呀！我操，对，进不去，这边进不去，我刚才试过了。被针对了，哦，好家伙，我被针对了。还可以躲水里的，你知道吗？瀑布进不去的，瀑布进不去。我们已经找到了吗？我在哪儿啊，提莫？提莫在哪儿、啊？没事，你躲好，你躲好，别没找到你，没找到你。好的，好的，哎呀，吓死了！尽量拖一拖，我尽量拖一拖。哎，我上不去了，换什么？我隐身了呀，提莫吗？什么才能调出难喝到头脑炸裂的酒呢？哎呀，哎，二号是刘莹是吧？对呀，对。来跟我走呀，这个、地方好我叫你，他在这儿，你过来过来，跟着我呀。我没骗过你，来来我这，来我这，我带你去哪儿啊？快来快来。我不知道你在哪儿啊，我不能看地图。哦，对哈，那我去，哎、我过去接你，我能看地图。哎，我带你去找他。哎，我应该换温迪的，我亏了，我天啊，我们两个直接爬来爬去吧。我都没骗过你啊。我等会就堵这儿。完了。这个草鞋又看到，哎，你在哪呀、啊，刘莹？我不知道，我已经找好我下一个躲的地方。不是你是来租的呀，你不是躲的呀，你在干嘛呀？哎，卡住。把雷板核偷。高点看看看到了
看到了。什么？那么 你在找位置被看到了？我弹幕说看到了，真的吗？看到了，这里啊，在这里，来来，我带你走。刘英在哪里啊？你在哪里啊？来来，那个，在这里，不是，我在你后面，来后面，我带你去，我带你去，不在那里，来来，对对对对。星罗，干嘛？我说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只要误导我，我骗你的，不要捣乱。我不骗你的呀，过来过来，这边这边，哎，不在那边，不在那里，来过来过来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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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对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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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迷路了，不开地图，哎呀，你怎么不跟着我呀，刘英？啊，你要相信我，看不到你，看不到你的呀，这里吗？这哪有啊？哎，没有，你跟着我，你别信弹幕，弹幕是内鬼。第几啊？这可是好多弹幕说，真的吗？真的，他们是内鬼，他们都是从我这边过去的。他们说我觉得不错，你怎么不信我呢？我把这草，哎呀，真的在这里，哈哈，这也太难找了吧！哎呀，哪里？被发现了。哎，我用不了这个位置了，我刚刚说的位置对你蛮好。你们干嘛把我杀了？哎呀！我刚刚说这位置巨好，我还想在这边躲，完了，我下一步不能躲这里了。天哪，有内鬼！有内鬼！哎，这样你还说你不是内鬼啊？你就往这边跑！哎呦！我刚想带你们过去，你们就找到了，这能怪我吗？我刚想带你们过去。你在这里转来转去。不是呀，有内鬼，有内鬼。过来的好吧？哎呦喂！哎，你们刚过来几次，真没看见哦。真没看见呀！你还说，哎，这个位置好，我下次要躲这儿。弹幕看见了，我没有看见。太好笑了。我真觉得位置好，我觉得这位置藏了就找不到，我在那个。哎，这真的啊？你就没看见吗？没看到。没看见。没看到。哎，这个内鬼太多了，真气死我了，真的是。本来我躲得好好的。我看见了，弹幕看见了，我没看见。哎呦喂！那我表演了，好吧，就找个阴间点位。嗨，你等会一下就被我找到了，就知道啊，你就被我一下。我去找个阴天位置，就这，看来真的看不见我那个位置，隐蔽，太隐蔽了，太隐蔽了。哎呦喂呀！肯定有弹幕也跟我一样没看到，先让他们去躲啊，我们先把那个小地图给遮一下。我还想一下有什么点位，有比较阴间的好吗？那我琢磨琢磨。李月用温迪啊，你这号上有温迪吗？用个长得高的英雄。用温迪的话会可以飞起来啊，比较好用。哦，我想到了，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我曾经非常阴间的点位，我去。用哪个可以烧？就是那个的，就是烧草的，我要拿个烧草。以防他们躲在草里，这一轮估计不会躲草里面。哦，对，因为有我还躲刚刚那个地方，可是那个草就被除掉了。现在我躲到下半了，我来教你啊，怎么躲的比你好。你看我的女朋友路过了。提莫啊，你的号上没有温迪吗？温迪啊，我看看啊。就是我这个角色绿色的啊。康康，我来。没有哎。没有，那就换随便换一个吧，没事啊。嗯。温迪怎么了呢？温迪长安翼的话可以飞起来啊，走这个屋子的话比较好找。嗯。嘟嘟子在哪里？没有。那地方还有吗？不是被封了吗？好像没有了。哦，还有啊！刚才七七有路过吗？我没看到啊。除草快，七七可以除草。在哪里啊？这五级了。克勤啊，克勤操作有点难呢。除草。阿贝多，你们怎么？哎，粉丝群在左下角。阿贝多有电梯。我看我阿贝多。普通的呀，行啊。绝了。他画的比我还阴间，这里是五三，给你们。七，哎呀！克勤，阿贝多也没有。提莫才玩没多久啊，克勤可能操作有点难啊。什么克勤？就克勤的话，他的 E 技能标记可以位移过去。哇，这地方好，可以尝试用一下。这地方走过来就看到。我有那个克勤吗？想去凉快点的地方。完美隐蔽。是吗？真的吗？
靠你了呀，我白给了，这地方好拉拉胯呀。我这个地方吗？不管了，好吧。策划这么阴间，我跟策划说。箱子都没有那个客群，找到这地方肯定贼阴间。阿贝多的话，长安翼可以选中他放的地方。对，这个我知道。可以先试一下。哎，这个哎，我懂，我懂，我懂。我看你好像有阿贝多的，你看，我知道上次弹幕教我了，就站到这儿飞起来嘛。无敌了，这位无敌了。I know。我这个位置不是正常人类能想不出来的。你们躲好了没啊？等一下，我的地方不好。等一下，我挡一下，物理挡。物理挡地图。啊，队友说话是不是听不到的呀？你们的角色说话听不到，听不到，那还好，那还好。最好的离菜馆在哪里？躲好了吗？没有啊，我换了一个点位。等一下啊，这个只有自己听得到，对吧？我可以抱着，我可以撸猫去了。感觉这个位置躲一辈子找不到。啊，刘英可以看到我们俩。我靠你了呀！我要白给了呀！我感觉找来找去找不好点。你在哪里啊？我在，我不能说呀，你当那鬼吗？为什么调我位置呀？他们在哪里呀？哪里？他们在门口、啊。我们在中心点啊，李月城左半边的中心点。嗯、中心点。别没开二度，太不给力了。哎，你用温迪我就知道了呀，你肯定是想上房顶啊，太明显了。啊？这完了。那我不躲了，好吧，换了。对，我们今天那个舰长活动呢，是截止时期是今天12点，然后到时候奖品呢是会有工作人员私信各位。这地方看不到的。私信各位舰长的一个活动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懂了。好，等我几分钟，我知道在哪里了。等我几分钟。内鬼提示也可以是内鬼的内鬼啊，我内鬼你的内鬼，可以报假的点，这个是游戏规则啊，可以报点。对，你们给我报点啊，报真的假的啊，真的真的。快来给我报真的。给我报个真的点儿吧。世界的真相，那究竟是什么呢？哎，我选温迪，就被他看穿了呀，怎么办？我不爱起来了，我要没了。无敌。好了吗？哎，没办法，我累你了。最好的离开馆，白给了，好吧。妈，我白给了，靠刘莹了，你找吧。刘莹好了没？刘莹好了吧？好了呀。好了是吧？那我们开始了。开始吧。好了呀，无敌呀。来吧。不要不要上天，不要上天，好吧？我靠，你这还撸猫了。好了没？刚才那个赫罗在躲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他了。嗯，真的，我是你个鬼，他看我在天上飞对吧？别过来。我不在天上好吧，你在房间。我们已经开始找了吗？对，开早开早了。哦，好好，那我去看。赫罗在偷矿。哎呀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赶快大家告诉我。赫罗在偷矿，好吧。北国银行。赫罗肯定就在这附近呢。Are you sure？ 我都不知道北国银行在哪儿，你们跟我说这个，我对这儿太不熟了。真心疼钱包。这有只猫，不会就是吧？不能变猫的。哦。嗨，我说在哪呢？下来吧，下来吧，可莉。一下子找到啦、啊！哦哦，这个是刘莹啊。嗨，什么嘛？你知道我说的是温迪，好吧？哦，这个是刘莹。往高处走，嗯，好，你们先说往高处走。啊，刘莹，你怎么躲这里呀、啊？这里的话，刘莹下来吧，刘莹下来吧。以前经常躲这里，好吧？什么呀？什么呀？什么下来呀？下来呀！我看到你了。你怎么这都能看得到呀？因为这为什么这种地方都能看得到的呀？因为你刚才在你之前在躲的时候，跑这边树上的时候被我看到了。左边那个哎呀！哇，这是爬你们在这边埋伏我，要是正常人哪看得到呀？你自己跑
跑到我们这边躲的。哎，刘姨，谁能想到呀？他一样的，江南他有风吗？这里我中计了。不是你是现在就看教主加油啊，教主。不一样。你这个内鬼是完了完了，不能过这个桥的啊！副业消失。过桥嘛，不会过桥的。早就就堵在我刚刚那个地方了。我不说我在楼底。这个树不够茂密，左边那个树不很茂密，难道不换了？不是跟我在同一个海拔，那就在房顶上了。对，我在钟楼上，你信不信？哦，那就肯定不在房顶上了。猫还没撸热呢。哎，我特别了解钟楼，肯定不在房顶上。不用找房顶上了，行吗？不用找房顶上了，我们去找桥下。哦、桥下是吧？对对，是的。我看一下站得高看得远。嗯。我、哦、不能过这座桥。身上没有那个水元素标记啊。不能看得到吗？没有那个桥是吧？啊。哎，我靠！我好像暴露了什么？我不在水里，好吗？可莉是已经被找到了，对不？对，是的，可莉已经在炸猫了。嗯，哼哼。找水里箱子，哪里来的箱子啊？他们让我看箱子，不会在箱子里吧？这里面吗？应该在箱子里面，箱子里藏不了东西。码头箱子，他们说。哇，好猛！码头在码头箱子里。码头箱子在哪儿哦？找找看啊。对他们说的码头箱子，不知道是内鬼还是真的哈。他们说码头，码头哪里啊？码头。地图西面是哪里啊？这里又不熟。是不是在这里？你在为难我吧？什么西面？西面。江南就这啊？哎哎。哎，在这呢！哎，起出来吧，出来吧！啊啊，找到了！哎呀，我看到了，我瞄了一眼，在哪儿啊？哪儿啊？让我看看，我刚想过来看你们，看你们两个到一起去了。哎呀，我刚才都快要走了，我瞄了一眼看到了。哪里？真的瞄到吗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呀，真的呀，我刚才都要走了。在哪儿啊？真在这呢，我刚才都要走了，瞄了一眼。怎么样？哎，就这，赫罗啊！哎，别，赫罗，就这，别就这了！你自己躲了个这个菜都不行，好吧？哎、好意思、哎，找我花了我找你的两三倍的时间，就这啊？什么呀、啊？那你找到提莫了吗？真的是、啊？哎，我就跟你好吧，你不要再狡辩了。你找到提，我们是同一个集体，知道吧？我们同一个集体。啊，那也是提莫带你飞啊！你猜你怎么了？那怎么了？你们两个人都是我们找到了、啊，那没毛病啊，好吧，我们是输给了提莫啊，但是你猜好吧，你这直接白给了，哪有你这么猜的、啊？那、哎哦、不管、啊，反正这轮我们赢了。好坏呀，看到我不跟我说的好坏呀，都看到了，好坏呀，太坏了。好啦，今天的活动差不多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嗯，是的呢。怎么样？这次活动还好玩吧？好玩，看江南就挺好玩，就是没赢。所以我们赢了。好吧，都是提莫带的，江南这个提莫带飞，提莫带飞，赢了没有奖励的吗？赢了啊，我们这队真的是有没有奖励的？赢了好像官方会送那个小电视、啊，然后我们可以给观众发这个礼物啊。哦，开心，嘿嘿嘿，发一个原神的周边啊！哎，没想到我之前玩其他游戏玩这种就对战从来没赢过，我在原神第一次赢了，看来原神跟我很有缘分，嘿嘿，以后多玩多玩。